就是我们打到20之后，其实有两个小联盟攻的已经我觉得很好了。我自己这边可能那个风往前吹吧，我自己脚又没动，所以那个球打得会有些保守，就是又怕打界外又怕打校网，那就怕什么来什么，就是打校网。我们需要在心态方面会调整的会要更好一点吧，其实也是要保持，还是保持那股冲劲，就是能被冲击，那说明对手把我当成他的对手，就是在研究我，我觉得是一种挑战。我觉得也不会觉得就是后面会被人家冲击的怎么样，我觉得我可以，我也是冲击别人，我也是同样去给他们制造困难的。我觉得更多的困难我反而在竞技体育上面我会更开心，或者是这次输球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值得我们去难过的事情，就是比赛很多，历练很多，我们的目标还是一样，就是最高领奖台。